现在是晚上7点40，我跟老婆，然后中途买了晚餐，打算回去旅馆之后洗洗睡。啊，这边是仁爱乡这边啊，好。 今天是4月27吧，跟老婆第一次下南投仁爱乡合欢山。我们住的是一间叫山水园的民宿。哦，这个是晚上，有点湿，有点下雨。有很多猫，我这边一坨猫，我自己在舔自己。 他说那边，哦，这边好，这是我跟老婆入住的，很简单的一个小房间。这边有一个阳台出去。 看一下厕所长啥样子。哇哦 ，so white。好，就这样。现在是星期天早上4点了，刚起床，跟老婆要去看日出，好累哦。 哦，眼睛都张不开。Oh, I look bad. I look really bad. 啊，很黑，很黑啊！哇，你看那个的，关掉。Check out.这里是往合欢山中途的一间 7-Eleven。本来是想着要看日出，怎么现在开不到一半，日出就出来了，气死了 ！Damn， 好漂亮。 现在刚进入太鲁阁国家公园，这个没有赶到日出，哦，在中途停下来看日出，这样子。 刚从那个刚在停车场这边停好车，现在要走公路，哦，然后要走去那个北峰登山口。啊，车子吗？啊，我们现在要去北峰。 开了，行怎么觉得才爬个10步就已经很壮观了？啊，走不完的楼梯，其实还没开始。哇 ，What is this? Look at the view. 这是谁？讲个话呗。啊，我现在好累啊，为什么才走10步？好，走。爬到了0.6，我大概休息了6次，每0.1就休息1次。哇，你看，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这就是台湾的优势啊，福摩萨。 这里是0.9K 的位置哦，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爬上这个山头。哦，那其实离北峰有差一段距离哦，不要高兴得太早哦，一山还有一山高。 不要踢到路上的那个树枝哈。光板终于出现了耶！其实呢，走到反光板呢，只是到北峰的一半 ，half。我是在录影耶，在干嘛？好可怕！有一只鸟飞过来，是什么鸟？哦，原来是始祖鸟。哦，臭屁！我们现在你可以过去没关系。我们已经离那个反光板很远了哦，一路前往北峰哦，北峰应该是很快就到了。哇呀！哦，我们本来是想说等一下再去石门山看，哎，想不到北峰也有这么多哦。大草原上的杜鹃花，哦，眼看向雪，有没有？ 山。Huh?到了合欢北峰山顶，哦，在这边，这个就是北峰山顶。哇，上来没多久，人就开始爆多了。这些人都在排队，照什么呢？就是照这一块牌。 就是它，这个就是玉山单攻的门槛。哇，超美的，超美的。 现在已经到达了东峰，不是啦，北峰。哦，玉山主峰。然后我们在大草皮上吃着我的这份的熔岩蛋糕，还有我的鞋，值得纪念。第25座山竟然是百岳，耶！可以买新的了。 可以买新的了。你冲上来了。我们今天完成的是合欢山北峰，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往西峰挑战。 西峰的入口呢，就在这边有一个牌子写“合欢西峰”。哦，这样子啊，谢谢谢谢谢。啊，不是啊，就是这里。那个那个那个卡在中间。我下次就是要半夜出发。下次你要半夜出发？才可以西峰。你要去西峰？对对对对。你住哪里？我住台北。我们平常2点从台中出来，到这边大概15点。 哦，我们要住啦，要住，对对对对对，是啊是啊，好哦，这就是预告我们下一次的方向。哦，好，哎，老婆，再见了，我先走。好，那我回家喽，拜拜，有缘再见。哦哦，一堆人很热闹。 说不要爬西峰，结果还是脚痒，稍微走过来窥探一下，哇哇！我真希望我是一只牛，我在这边就这样吃喝拉撒睡，吃草，你看这草2辈子都吃不完，有没有？哇，当牛真好。 小心走哦！这一条就是往西峰的路。往西峰，你看前面那颗石头多美啊！哦，那一颗好，就这样。应该45。走到10点半，好不好？因为反正我们不要去石门山那些了嘛。对啊，我觉得应该我们也去不了吧，我们就慢慢拍照啊。好啊。哪里？哎呀，怎么长那么神奇 ？Zoom in, yeah, no stop.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Here. 哇哇哇哇哇！ 怎么了？怎么了？Walking Dead. Sylvia May said, "Howdy, ma'am. Well, this here's a bottle of Sam." 哇，亮晶晶的。My very first case, I don't want no product just taking up space, so here's my plan to set the world on fire. I'll be talking it up everywhere I go, sharing my story with that potassium glow, cause once you're on the juice, your lifetime matter. See, everybody's looking for that lucky break, and with my tall, there's no risk to take. yourself a bottle and see what it does for you. Now there's money to be made and then there are hills, and if you don't tell your friends, well, someone else will. So crack that seal and start slugging that herbal brew. Well, we're just one bottle away. Let's go.